昨晚怎么没来呀？昨晚陪女朋友逛街去了。一镜一次。Action！ 少奶奶，我错了。OK， 再来一条吧，这一条不是很准确。好，好，好，再来一条啊！好好好，宽姐看得起你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小鲜肉了。我以为宽姐是搞艺术的，原来也是娱乐圈的。导演，我好了。好，预备。一镜二次。Action！ 少奶奶，我错了。卡 ，OK。哎，导演，等会儿我脖子有点拧，再来一条。好，看宽姐多么敬业啊！再来一条啊！再来一条。我好了，来吧。哼，一镜三次。Action！ 什么狗屁导演？一见到明星就把你吓成这样，你拍个屁啊！走，搞什么东西？怎么回事？汉杰，你要相信我，在美国，一流的人才自主创业。二流的人才才当公务员，而我们中国一流人才都争当公务员去了，这是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。为什么我们国家原创力不足？这才是关键。哎，你有没有听我说？行行好，可怜可怜，给点儿。汉杰，我的技术超一流，市场上的什么蜂鸟，比我差得太远了。毕业前就有公司想买我的技术，我不卖。汉杰，我们自己干，你负责融资，凭你的口才还有我的技术，只有成功没有失败。我都辞职了，你还犹豫什么？我在认真记住你说的话。改天我好跟别人吹。对，这就是我们浩瀚云计划的终极理念。好一个终极理念！正所谓天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这世界很酷。